就快到了，双十一，我好想买照相机，那个卖家有好评，非常期待产品免费邮递。看着打折的上衣，还有 4K 的试机，看了全款好犹豫，该不该买，买了就变穷逼。每分每秒每刻看手机，怕错过又回击，重复的点击，时间一直倒数着，双十一就快来了，去年购物的狂热到现在还深刻，心跳一直倒数着，疯狂抢购的快乐，我要仔细的看着产品是否打折，然后放进购物车。每天期待着节日，凌晨十二点准时，这种狂欢的日子一年一次，大家都来支持。还没退化的眼睛，抓紧时间看手机，购物从来不窒息，买个不停，直到结束生命。每分每秒每刻看手机，怕错过又回击，重复的点击，时间一直倒数着，伤心依旧快来了，去年购物的狂热到现在还深刻，心跳一直倒数着，疯狂抢购的快乐，我要仔细的看着产品是否打折，然后放进购物车。电话再不换就坏了，衣服再不买就旧了，球鞋为什么不买呢？难道穿破了才来后悔着？天还未亮我就醒了，担心没买到错过了，但是我网速太慢了，过程太曲折，买到就值得。每分每秒每刻看手机，怕错过又回击，重复的点击，时间一直倒数着，双十一就快来了，去年购物的狂热到现在还深刻，心跳一直倒数着，疯狂抢购的快乐，超过预算又如何，分期付款就得了，买了别问所求了，买了别无所求了，买了别无所求了，填满购物车。